们正在举办这个课间操了，就是让学生要每天进行身体锻炼，让自己的身体胖胖的。我小时候啊是学体操的，所以呢把自己的这个体操在学生面前表演一下，我想用自己的行动让学生弘扬这种尚武精神，进行体育锻炼，每天锻炼一小时，幸福生活一辈子，也就是要弘扬这种顽强拼搏力争上游的这种体育精神。